Very so easy， 幸福之味 enjoy，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，我是小琪，我是阿 Kim， 我是子杰，七号新考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其实这样爸爸妈妈也很多爸爸妈妈没有吃啦，但小孩有吃啊，有的在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没吃，但是囡仔拢食到变鬼呢，喜欢吃。对，嗯、好，重点来了，牛肉，我们今天来做牛排，牛排，牛排哦，红酒给我提出来。牛排就是配红酒嘛。对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洛神牛排，所需要的材料有牛排、A1 牛排酱、酱油膏、洛神花干的甜椒、玉米笋、青花菜、糖、蒜头、迷迭香、奶油，还有南瓜。牛排在煎的时候，一开始下去的温度一定要够，要很高。要高哈。对，老师，这个牛肉是不是你讲温度要稳？对，主要的用意是不是插了叶把这个甜分锁住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要让肉汁锁在里面。看吧，我就说我真的会一点点了。你丢过来。还有一个小技巧哦，就是我们在牛肉要煎的前一天，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在冷藏，然后不要盖保鲜膜，让它跟空气去接触。煎出来的肉啊会更红，因为它表面的水分有点流失掉，保留剩下它的养分。这得哦，做什么吧哈？我们今天用的是热眼。何谓热眼啊？热眼就是它的口感我们会比较有嚼劲一点，有一个上盖，那中间会有一些筋啊、油花的分布这样子。我们两面煎大约40秒就可以了。哦，40秒。对，然后蒜头直接拍碎就可以了。啊，皮嘞？皮带皮要洗干净哦。哦，更快。哦，就交给你。哎，他多一下神经病了。我自己话已经好开始，稍微煎一下，边缘也把它让肉汁锁住，然后把它盖到蒜头上面，哦，让蒜头经过热气的香气可以到肉上面来。哇，好，稍微煎一下。我啊，今天你无开这行，有哪要用行的哦？你看。哇塞！我要请教你，咱咧一般外口做成咧牛排罐啊、牛排，他们像那个很厚的那个啊，对，他们也是稍微煎过，然后就下去烤嘛。大部分会用烤的，因为烤它的温度会比较均匀，不会说让前后都变得很老，那空间还是生的。哦，对啊，让它整个环境都是一样的温度，它熟成的比较平均。今麦过来，今麦来，我们刚南瓜已经杀过了哈。这时候我们先把我们的青花菜烫过。等下火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玉米笋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牛排的酱汁。刚刚煎过牛排的锅子，它有一些甜味、香味，不要去浪费。牛排酱进来，这是 A1， 然后加一点我们酱油膏。哦，湖底的哟，湖底的。洛神花汤汁进来，哇，好像红酒。对，然后糖。放30克糖，迷迭香进来，迷迭香，对，好，然后把它煮到浓稠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好，然后把我们刚烫的菜直接进来这个酱汁的锅子，让它拌有一些味道。一般红酒的颜色跟这个。好像哦，你倒红酒落嘛，差不多这个色尔呢吼。对，洛神花的一个色素，天然的色素。这一料的清凉透心肝哦。你若来台东，请你小酒伴，顺便你去山，也有一支石虎山。初落之夜，啊，牧羊唱情歌，红头树，三仙台，美丽的海花，哪里？就一个那个洛神花，我们就可以唱出一首歌嘞。好，然后牛排刚刚我们煎过，进去烤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很重要，叫做回温。回温，对，回温的作用呢，就是让我们的肉的那些血啊汤汁回到各个单位去。还有我们切开的时候比较不会说血四溢，而且还知道它的甜味。那稍微焖一下，好，加盖。好，南瓜在家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捣碎，对，捣碎，对，然后加点奶油，对，
然后盐巴，盐巴，这个不要鱼目混珠。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？你叫做青椒，哦，对不起，黄椒。好，然后直接用我们的调理棒。哦，这出来这打个拢污染，这样怕果汁不？把它打成泥哦。泥状的，我们熏肉吃蛋白质要配一点淀粉的东西，才会有饱足感。那在国外他们都用南瓜或是马铃薯。好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肉也差不多回温好了。哦，你回温的时候要吸的哦。哎呦，阿娘。没要乱挨啦。哎呦。哎呦喂呀。哎呦喂呀。哎，刚刚好呢，伊迄无迄火水，但是内底还过安尼吼。粉粉的。安尼爱回温一下啦。啊，而且烤过也是一个重点哈。摆盘，你进来。哦，你要先进来。牛排。哇。大师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我较侪只吧，我感觉今日非常非常的歹势。哎，牛包龙哥爱食蛋，朋友食。哇，哎，寿司来了，寿司来了。哇哦，哇哦。哦，妹妹。阿爸阿母啊，坦白讲，阿庆无啥敢食，啊，不过因为这个关系，我嘛是爱需要品尝一下哈。我煮一块就好啊，等一下要留给我们老大吃。哇塞，我们老大也喜欢吃牛肉。哇，救人哦！食了食麦，我袂爱哦，哈。哦，这个洛神哦，阿南月，那个 A1。啊，个上盖重要是迄个湖底油糕，好，来结束了哈，我来结束，来啊，伊个甲爸爸妈妈你学起来无吼？啊，若无学起来，迄个连书记看到啊啦哈，感谢啊，今仔感谢子杰老师哦，记得留意啦。想吃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洛神牛排，别住好料理，我们下次见。你两个坐到我，你两个开放门，我伫边啊吃，来继续安尼哦。蒜头鱼，听有啦。这我都无吃，啊无吃我嘛唔知我来弄什么玩，啊无你弄我来先来走啊。你看他整个人就吃开了。蒜头。他忘了他在做节目。I love you。好，然后我们就。你好，先生。啊我这次落到家，我下班啦，我先来走哦。哦。啊，琪姐，为什么你不吃牛肉？太可惜了。够了，人间美味。够了，无通我食，心情拢一直，规个拢一直，啊，十个拢一直做起来啊。